拿那个没有把刀，来不及解决，没有刀，好了吗？那个，这个不要，这个好了啊、哦，对对对 ，OK， 一二三。把手机出来，这个好了吗？
签名。签名就好了，看很久没关系，看一年也可以。然后是不想看这里，不想看拿回来没关系。哦，我们每个礼拜都在这里，每个礼拜都在，每个礼拜天。很想帮你哦。有啊，没有钱，没有没有钱，没有钱，会跟我们讲，但没有钱。这个就是什么？哦，这样都可以拿二十几样。为什么你们要想说这样？因为我在台湾就是比较少能看到越南的书啊，就是如果你有想要看自己家里的书，你就来借啊，看完就还给我们就好。没有借你们家，没有钱。可是就是你这还都看完就还给我们就好。对对对，知道。好这样。对啊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。就是现在越南还知道可以借吗？借，等一下我回家了。对啊，你就回家啊！你下次来就还我们。我下次我回越南了。你下次要回越南？你怎么知道回越南？快回家。你怎么知道回去？啊，那个12号，12号六月。好快哦！你真的要回去？好快。真的。也是来台湾工作吗？对啊。合约到了是不是？不是想回家，想回家，请假回家。对啊，如果来这边我够不懂，知道吗？来这边也有赚钱，有赚钱啦。对，什么都不懂，都不懂吗？当然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在这边旅游很久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回家，我也有家人，不懂就怎么样，要回家先工作慢慢来，懂的话还慢慢做。对对，我在台湾赚钱有钱了，我越南不懂的。如果在这边赚钱住在台湾，还能懂得到怎么样做，怎么样要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来台湾那么久，也有钱了，我越南也有钱了，什么都不懂了，要想做怎么样，从头开始。嗯，从头开始。很难，对不对？是放假，是不想上班。不想上班。我的公司的同事不会是没有一点陌生感，所以我不太会想说陌生话题。像这样的话题好像也是没有什么兴趣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因为在公司上。很少沟通，我就觉得我的中文好不好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中文从来就是从看那个综艺节目学的。我一天在新加坡3年，然后在香港1年，还讲了，来我现在都要差不多3年了，要回去了。对啊，他10几岁到去外面上班了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想到要去读书，啊，现在在。知道读书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们回来读书。拜拜。